你好，欢迎来到这里，就是上官轩。我们今天来到嘉路南，蛮多大人带小朋友来这边走走逛逛，然后也会带长辈啊来这边看看风景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，记得帮学学按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影片正式开始，我们现在来到都兰的咖啡车厢。发现它里面的装潢走的是那种美式乡村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点点像酒吧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真的很推荐，它饮料选择我觉得算蛮多的。以这种小型咖啡车厢来讲，我原本以为只有几种饮料可以选，然后它还有甜点。我还以为是不是只有咖啡没有零食，然后就还好有蛋糕，而且选项也不少，除了有蛋糕甜的，还有咸派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都兰咖啡车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然后上面的话是露天的，这里露天空间。那下面的车厢，我原本想说它的空间很小，我很担心厕所的问题，结果厕所很漂亮。可以感觉得到这里的用心。今天来这边用餐，看到蛮多是家人在楼下谈心事。如果你今天是兄弟旅游，比如说你跟你的好哥们出来玩，这一间就非常推荐。因为像很多网美咖啡厅，可能他们男生去会比较不自在，或是拍起来的照片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符合他们的喜好。明天要回程了，所以要来买车票。一般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用 APP 买票。可是因为我跟艾瑞回程的点不同，他要去台南，我要去嘉义。那为了能坐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只能跑一趟。火车站这边的人其实买票的人都很多，所以你不要临时抱佛脚来这边，会怕你为了买票赶不上火车哦。我们来吃晚餐，我们选了初心四季，它在 IG 蛮有名的，然后料理感觉都蛮精致，看起来每一道都很好吃。而且我发现他们这边还不错，是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小窗户，这边看过去就可以看到老板在料理，然后就闻到阵阵的香味，就好饿哦。点了今天限定的北海道干贝果鲑鱼卵冻饭，看起来就超好吃的。它每个套餐有附三个小菜，然后还有这个餐前的开胃饮，超好看，香香的，就有一点醋味，但不会太酸，还不错。艾瑞好忙哦。汤很好喝，很甘甜，它不是那种死甜的味道，喝起来就很鲜。然后再来是我期待的，它其实干贝蛮多颗的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，五颗干贝，五颗干贝380，老板不想赚是不是？还有鲑鱼。这干贝很厉害，我觉得这干贝是有点半生熟的感觉。吃，快点开箱里的试试看。来个心得，好喝吗？好喝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汤好好喝哦。真的很鲜甜，对吧？你刚才是不是觉得我很夸张？非常好，好吃就好吃，不好吃我就是会诚实说还好。我想要偷吃你的。是啊，我来试试看。很浓郁。看它这个是非常浓郁的咖喱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很滑顺，顺口，不会辣，大腿。我们来试看看牛肉，牛肉有时候太柴太干，牛肉。看一次我也是吞口水，混柴吗？软的，嫩。牛腩好像比较嫩，给过，时间可以。干贝。
你吃吃看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，看有没有它就是太夸张。它连饭就是它调味的很好吃，清爽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没有入口，它那个刚被煎的那个香气已经在你鼻腔里面了，很夸张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好吃。好了，就只分那一口而已 ，sorry， 我们的友谊。我以为只有一口，只有一口，还是我也很好吃啊。想必你也应该给我一点友谊吧。来啊，我们的友谊我自己捞。你要白饭吗？要啊，我们的友谊。饭够吗？你看，我刚还要给他一点干贝，他就只有给我咖喱酱跟饭。高的，好再给个菜。给你四季豆。超饱，而且这个很好吃到我每吃一口，我就会忍不住喝一口水，然后把嘴巴味道淡掉之后再吃一口饭，就味道又来了。那种饭都吃完了，留了一个压箱宝，不能一口咬，要慢慢的品尝。你这很夸张，吃水煎包不加酱，吃蛋饼不加酱，你现在来吃咖喱饭，把所有的酱给我吃完，你会不会太夸张？不会，他们酱很棒。水煎包老板也说他们酱是独特的，你一滴都不沾。录影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